咁所以咧就喺呢个十二生肖里边咧，即系2022年最靓嗰个就行出嚟嗰个属鸡噶啦。哇！咁娱乐圈有边啲人属鸡？有边个好靓啊？娱乐圈？严明熙啊！哇 ！Gigi 啊！咁仲有呢个啊？严明熙个宝钟啊，行30年大运。三十年，而家16岁啫喎。最近啱啱帮佢 check 过，哇！突然间行30年大运，呢个做娱乐圈好掂，因为娱乐圈要火啊嘛。你睇佢嘅名多唔多火啊？好多严，两个火，明又系火，我呢个四点啊都系火。都系火嚟噶，成个八字都系娱乐圈嘅。佢个名好靓啊，个名好靓，系啊，同埋佢唱歌真系唱得好好。系15岁啫嘛，16而家，系啊，16啊，啱啱十，啱啱生日，有咁嘅歌声啊，有嗰个台型啦，是一个大将。冇错冇错，咁啊，难怪佢咁好啊，咁所以咧，明年啊更靓。系啊，咁呢个咧就叫月德星吓，好啦。